Tiro Studio， 我是小白，欢迎来收看这个游戏，是个恐怖游戏哦。这次我找了一款游戏，中文的名字叫做《永无止境的噩梦》。那相信可能大家在 YouTube 上有已经找到，有看过其他人玩。那么今天我也来挑战一下这款游戏。那英文名字呢叫做 Never Ending Nightmares 啊，永无止境的噩梦。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喽。如果害怕的朋友们，你可以稍微，其实这游戏的画面画风其实算是还蛮简单的，只是有些部分还蛮恶心的，其实还蛮恐怖的。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游戏太可怕了，请关掉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尝试刺激，请继续收看。啦啦，好啦，请各位要自己拿捏哦，就是自己颤抖一下，看到底适不适合看这个呢？如果你喜欢，那就继续看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游戏已经造成你的心智已经快要花疯了，那千万就应该停止哦。那么就开始喽，看一下。我们强烈建议用耳机啊，有一些针对的特殊的音频是处理。你要用耳机吗？耳机哦，先暂时不用。你好，先按 for 控制哈，往上 WASD 嘛 ，OK。互动是这个跟 shift 是跑步 ，enter 是可以空白键是这个，然后暂停是 ESC， OK。enter 哦，吓到我了。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吐了很多的番茄酱，哎呦喂呀，插进去啦！哦哦哦，安安，我是一个老爸吗？我好像是个爸比耶，我是爸比。好，那好，那么这是我女儿的照片，所以我是个爸爸吗？怎么觉得好像这个男的，好像有点精神恍惚，刚睡醒，疑似做了噩梦。那好吧，我们就调查一下。这个是帅哥的脸，这个是衣柜，看一下好了。哎，这个格子刚刚好，塞得下一个人。好，那我们就应该是没有东西吧？看一下互动 ，Enter， No。哦，可以开门过去。OK， 怎么觉得呢？那幅画，但是我现在角色看的那幅画，好像是一个类似平民的人吧？好恐怖哦！其实这游戏都还没开始，我觉得好恐怖了。看一下有什么需要调查的。哎，桌上有女儿的照片，我们等一下再去看那扇门。可以看一下女儿的照片吗？这是女儿吗？好像是。那这款游戏大概是在说它，故事内容其实并不是和我很了，不是没有我并不是很了解那个它的故事内容，但是大概就是疑似是有一些事情导致他的女儿死亡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破除这个噩梦，来找出女儿她的真相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这样，那我现在在浴室，这个浴室大到我连整个人应该塞得进去都有困难。然后这个马桶好像应该是刚刚好了，这不重点吧 ？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走，这个、啊、这是大宝箱哎，没办法开。那么这个嘞，哦，进去了，哎。美丽的女人，哎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鬼影实录吗？东西会掉下来。哦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咚这个哒哒，咚这个哒，咚这个哒哒，咚哒。所以我到底是哪一只啊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我是这个元旦脸。然后，可是为什么我是白头发、啊？其他爸妈还有妹妹的脸，不是妹妹的脸，是他们的眼，他们的头发都是黑色的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黑色，只有我是白头发。难道我是外面生来的小孩？我终于知道我的身世。哎，等等，有东西我没有看到。那个桌上有张纸，不知道可不可以阅读啊？去看啊！这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可能没有注意到，因为这是黑白画面，还没有去的。来看一下，哎，不能哎，不行，没办法。这为我这个可以点选，但是没办法，好吧，算了，往前走，再看一下好了。OK。没有东西。好，总觉得好像这个没办法开。这是年轻的时候吗？不对，这是应该是老爸。对，这是老爸。然后他疑似是个某种艺术家是吧？是个艺术家的脸。然后这样还看得到。等等，这幅画很精彩，看一下。不能看。但是可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幅画了？前面有一个好像是小女孩，后面有个杀手，疑似砍木头的杀手，但是他疑似想要伤害那个妹妹。OK， 等等，我没有要出去啊！这个感应器太强了，这个操作方式上下 ASD， 你只要一靠近，你按空白键，它就会知道你想干嘛。这
真的是怎么讲，敏感到 我都有点害怕。好，看一下哦，英格里区的，不好意思，可是为什么是走到这？应该是圣经的第21条跟第22条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英文能力有限，所以我才把游戏调中文啊。中文万岁，我爱中文，大家一起玩中文吗？中文赞赞。但是圣经的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些神圣的意思，对，所以没错。这样的话，他们家有这个，这是怎么会？其实还蛮少见，对，就是说自己的家里面会有放那个就是祷告的地方，其实还蛮少见的，觉得啦，可能国外比较盛行啊，尤其是大房子那一种。OK， 我们到下一个地方看看喽。哎呦，这个是一个鸵鸟的头，对吧？不能看鸵鸟。这间是房间呢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这是照片，不能看。哎呦 ，Oh my god， 怎么会有个黑黑的人影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我现在走过去会不会挂掉？这有点可怕，我要身体往后仰一点。其实我也会怕，真的，好吧，往前喽。消失了。刚刚好。好，你看不见我。好，我在干嘛？好，军人的样子。下面有瓶中信吗？这个是，好像没有什么，好吧。开门，进山啊！没有山，一堆树，还有这有桌上有张纸，阅读，不能阅读。玻璃窗外面都是树，感觉像这个房子真的是超大的，而且我两边的影子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我的脚边有两边的影子，还蛮酷的。Why？ 乌鸦也爱吃番茄酱，天啊，我都快吓死了，我的妈呀！不要这样吓我了，现在我就我一个人不可以这样吓我。我觉得我应该往后仰一点，不然的话，可能乌鸦可能不止来一只啊。OK， 这些盘子还蛮大的。桌上这只鸡不知道可不可以吃啊？是谁？出奶面对，出奶丸，不要吓我。天哪，这个地方有菜刀这边是厨房吗？可是这厨房也太恶心了。Oh no， 来看一下这个好了。这可以操作吗？不行，不能。我觉得那个，怎么说？这团肉并非动物的，我觉得一定有更令人作呕的东西。可能是洞，有洞，黑黑的，戳戳看，不行，不能。我现在在外面，我家还蛮大的，外面吹个风吧。我觉得我好像那个什么下楼梯有困难的那个中年男子。一个人到底应该是右边或左边？一个人。走在森林里面，没人陪伴，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坟墓这里来？就在家附近搞什么鬼啦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好多好多好多好朋友，好朋友 together 了了。哎呦，那是厕所吗？不对，那不是厕所，进厕所。想太多了，感觉上这里是非常……女神。还有好大，这是一束花，我是不是应该按个空白键阅读一下？艾比，为什么？艾比他，你还在睡觉吗？你答应我们要一起吃早餐的。Oh my god， 你看起来不太高兴。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，梦到你死了。艾比是他妹妹吗？我好得很。再说。你总是承诺你会好好照顾你小妹的。汤马士。我的名字叫汤马士。那都不小事的事。你为什么不回去睡觉？我会在外面等。艾比是他妹妹还是他的女朋友之类的？应该是他女儿。Oh my god！ 天哪！那现在我要回去睡觉吗？那就盖被被吧。盖被被，给我去睡觉。你到底要不要给我去睡觉？给我。睡啊！
没有办法，帅也帅不着啊。那我们就，哎，有两边的门哎，那我现在应该是追艾比吗？哦，看一下，好大的火腿，可恶，好饿哦，想吃想吃。嗯，好像有人在叫我，是谁？是谁在叫我？我这么迷人吗？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年平头白头发的中年男子。哦呦，哎，可以看耶！咚这个哒哒，咚这个哒。其实有时候你不是有时候，就是可以当你可以按空白键的时候，你就会莫名其妙想要连按它，像这样。这个叫什么？神经病，懂不懂？不要学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下一关。哎呦，哎呦，总觉得越来越精彩喽。你看这地下室的黑洞，吸引我进去，我才不理你。哎呦，两边的黑洞，要选大的洞还是选小的洞嘞？大的还是小的？简单啊，先从小的开始好了。啊，一开始不要。哦呦，哦呦，自动转场，还蛮快的。哎，滑鼠在这里挡碍事，走开。嗯，现在艾比他说在外面等，那表示他怎么好像真的是下楼梯有困难的男子哎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呦，黑妈妈的，哎，你看不见我，可恶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我好像醒来了第二次。哎，我回来了吗？哎，有点神奇。刚刚发生什么事？我只知道我进了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。难道我是一个不能碰黑的人吗？哦。我知道了，我怕黑，所以我在黑暗中我会叽叽。OK， 这是有个弱的男子。嗯，有人在哭？是谁？是谁在哭呢？我们再去这个小小的黑洞看看。好，走吧，走走走。到底真相是什么呢？汤马士能否化解危机，找到？哎，真的哎！哦，真的会醒过来？那恐怕没有办法。那个地方可能是有类似魔法之类的吧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近。那我们这次走这里看看。哎，可以，这边可以过来。好，哎呦，我的天！哎，等等，这感应力太强了。我没有出去。我要好好的看一下我长怎样。可是为什么洗手台旁边有番茄酱？哎，牙齿，你刷牙刷的太用力了吧？哪一排牙膏啊？我看应该是你用石灰在刷牙吧？痛哦！好，那我们就再去搜索看看。既然不能去小黑洞，那我们就去大黑洞。好，大黑洞我来了，我来找你了，大黑洞。哎，你看我跳探狗。你这样好像有点在玩赛车游戏，有没有？你看我现在在往前走，然后你看我可以这样切换外车道、内车道，这样有没有？其实这样好像移动速度颇慢的、啊。好，那我们就那件衣服看着有点像中国式的，那我们这次就往大黑洞出发吧。好，大黑洞，哎呀，门怎么封印起来了？真的被封印起来，那没办法了。哎呦，过来了！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哎，3D 哦 ，3D 特效 ，3D 旋转。好，这个房间看看吧。哎呦，有一个娃娃可以看吗？不行，没有办法看。还有一个这些娃娃，怎么会那么多小士兵啊？看起来蛮正常的，好像应该不会突然动起来。哎，这边不太一样，这边的洗手台，这边还有个娃娃，不能捡，但是可以到对面去。娃娃，怎么那么多？还有个摇木马。有点神奇。这里呢？为什么这个娃娃的头是盖起来的？发生什么事？好吧，